我是钢管列车长日本航钢，我是钢管列车长来2012年了，5月10号台北双机场观景台14:24，还是有一架日本航空终于出来了，这架是日本航空 JL98 班次，然后从日本台北双机场飞往日本羽田机场的波音787-9，然后飞机标是 JA878J 的喷射客机，在台北双机场终于后退了。哦，有一架又滚进起飞了。人家利用航空又滚行起飞，那个 B79107 的加班机的，然后在他身后有一台，这边身后有一台那个什么哦，利用航空 B7512 班次由厦门高崎国际机场飞往台北双机场的 A321 200型，那飞机机上是 B1-16223 的喷射客机哦，刚刚降落。B1-16223，然后刚刚也是从厦门回来的，那今天飞厦门来的时候，对。Japan Airlines， 来等待我的 Japan Airlines。JL98，然后拍完 JL98，我就要去吃饭。我今天还没吃，真的是哦，早中下午差不多啊，都要超久。我今天没去拍真机，我去，反正跑来拍这个，哎，航空的，因为我也很久没拍飞机了。我觉得今天一次拍就够了。那个班次，然后是 JL098 啦 ，JL098。JL098，拜拜。日本航空，然后飞机票是 JA878J， 在台北双机场滑行。这是8789，就他们打架。嗯。
我们在台湾，今天先这样啊，谢谢各位大家。